唐小明，哎，唐小明，哎，老班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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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老班长啊，同志们，累不累呀？不累，不累。老班长，这一仗咱们的战果如何呀？是啊，咱们这一仗打的那真是呱呱叫啊！机关枪一叫，哒哒哒哒；手榴弹一撇，呼，开了花。那老虎连的名声大，打起仗来是真呱呱。打得敌人头朝下，打得敌人是满地爬，打得敌人哇啦哇啦叫，打得敌人直叫骂。枪六挺，子弹三万发。蒋介石又把那干粮送，运输大队长的名字是真不差，真不差。谢谢他，谢谢他。老班长，再给我们讲一个战斗故事吧。是啊，再讲一个吧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天不早了，我得做饭去了。这么着，小苗，改天啊，我有功夫给你们好好的讲一个战斗故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我走了啊。老班长，我帮你。哎，老班长，慢走。好，回见啊。好，老班长。可是真漂亮啊。是啊，老班长这个消息可真带劲儿啊。哎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你们看，军部的青年干事来了。哎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有个提议，大家藏起来跟他开个玩笑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好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去了，嘿，金明同志，你好，你好啊，金明同志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金明同志，你好，金明同志，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呀，怕不能胜任呐。谁不知道你能文能武，又有马克思列宁，团结同志们好，大家欢迎啊。好，欢迎，欢迎同志们。我们什么时候过江啊？是啊，什么时候和中央红军会合呀？金明同志，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毛主席啊？同志们，与中央红军会合，跟毛主席见面的日子不远了，我们争取早日见到毛主席。对，早日见到毛主席。不要，这不是金明吗？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你好啊！哎，我好啊！哎呀，金明啊，这次咱们见了面，那就不能再分开了吧？叔叔，这回我调到你们连来工作，我可是您上级了。哎呀，我上级了啊！都是共产党员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叔叔，叔叔，等一下，哎，你看。白金龙牌的香烟，
我从贵州就带上了，老见不到您，收下吧。哎呀，白金龙的。我们不会。老班长，抽支烟。老班长，您忘了，咱们青年老虎连都不会抽烟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咱们老虎连的战士都是共青团员的，共青团员不能抽烟。那我这老头子，我得抽支烟呢。老班长，您是老青年。老青年，老青年。卫生员呐，总支书已经怀孕了，怎么还让他看大家来呢？是啊，不让他来，他非要来。哎，你们看，他来了。同志们，你们好啊！总支书好。金秀同志，你好啊！叔叔。叔叔同志您好。怎么样，你们老虎连里有没有病号啊？没有，一个病号都没有。太好了。姐姐同志你好。金明同志你好。这个小鬼呀。哟，金秀啊，你可别管他叫小鬼啊，他现在是我们领导指挥员了。指挥员呢，在咱们面前他就是当了团长还不一样是小鬼呀。总支书，看到你们一家人都参加革命，我们非常羡慕啊。小苗同志，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在咱们部队多得很呐。是啊，这多得很呐。哎呀，金秀啊，天儿不早了，我得做饭去了，改天啊，改天我再来看你啊。您工作忙，别麻烦了。那看情况吧，啊，同志们，再见啊！您慢走。好，好，好，您慢走。同志们，你们好啊！政委好。文苏，你怎么没到军部去呀？哦，我是来工作的，顺便。来看看你。报告政委，军政治部青年干事金明到你师老虎连工作。好啊，欢迎得很呐。前天军政治部就告诉我了，怎么样，小伙子，高兴吧？高兴倒是高兴，就是这个老虎连。怎么，你怕老虎啊？说真的，还真有点怕。呱呱叫的连，思想工作、战斗作风都有一套，万一弄坏了。是啊，呱呱叫的连，当然要有个呱呱叫的指导员喽。
你这个指导员还要兼连长啊。好了，赶快上任吧。是，服从组织决定。金明同志，让大家休息吧。大家休息。是。文苏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是师长强迫的，他说知道你在这里休息，一定要我来看看你。那边的工作由他一个人负责呢。那不成啊，军长该批评他了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你猜他怎么说呀？他说只要跟军长讲清楚，军长不但不会批评他，还会表扬他呢，说他会关心群众。于是我就被说服了。你呀，就不会说服人。谁说的？咱们俩结婚不是我说服的你吗？同行员到，把地图拿给我。是。金兵同志，瓦土一战我们把敌人甩到了200里以外去了，现在敌人的整个部署全被我们打乱了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，拿下前面的黑虎寨，迅速占领金沙江渡口，掩护我军迅速渡过金沙江。你们连的任务很艰巨啊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报告，我班奉命江边侦察，抓住敌探一名，还搜出一封信来。密戒。民团司令裘万里，交锁钢叶吧。带上来，带上来，走。长官饶命，长官饶命啊，长官饶命啊，长官。起来。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狗子，小名叫毛三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裘司令。什么裘司令？不不不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是裘万里的民团。这封信是干什么的？这封信是……说，不说实话没有好下场。是是是是是，这封信是裘万里叫我过金沙江到格桑土司部落，交给一个叫索刚叶巴的。索刚叶巴是干什么的？索刚叶巴是格桑土司部落一个管钱粮的头人，他跟我们裘司不不不不不，他跟裘万里常来常往，这封信是交给他商量机密大事，共同对付红军的。我问你，前面的黑虎寨有多少国民党的兵力啊？大概有2个团的兵力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长官，我要说一句假话您就叫我吃黑枣。还有什么活动？长官呢，听说要把薛岳的一个师调到黑虎寨来。什么时候到？长官呢，这是机密大事，我实在不知道啊。长官饶命，饶命，饶命啊，长官，饶命啊，长官。好。敌人正在调兵遣将，增援黑虎寨，企图阻挠我红军过江。敌人和索刚叶巴勾结，从这封信看来，我军进入藏区以后会更加困难，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是啊，金明，过了江以后一定向藏民好好做思想工作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击穿白匪的阴谋。金秀同志说得对啊，金明同志，黑虎寨是金沙江的重要据点，我们一定要赶在敌人前面把黑虎寨拿下来。是。红军的激流勇猛向前，不分昼夜与敌争霜，打得敌人手忙脚乱，打得敌人脚点点，打得敌人围墙的计划定早不长，打得敌人面不出东北与西南。红军的行动如山巅，
人疲于奔命，拼搏要钱，我们挡不了主公权。今日里来到了金沙江畔，敌人他一定又来阻拦，黑虎寨要打他一个速决战。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走在敌人前面，我马上回去配合工作与敌人作战。好，金明同志，你带领前卫连跑步前进，占领黑虎寨前面的月牙山，掩护我军，阻击敌人，迅速过江。是，司令员到，传令集合。是。长官发来电报，他妈的，黑虎寨也垮了，红军好厉害呀。在这一仗打得真惨呐、失败乃成功之母，有志者事竟成。请坐。老弟，你看红军今后的动向如何？红军会不会打昆明？大哥，依我看，红军将至北上，早晚他会过杀鸡呀、老弟高明啊。红军绝不会打昆明，英雄所见略相同。
瞧，叫红军入我的囊中。老弟，红军要过金沙江，我们就在江边布下天罗地网，把他们歼灭在金沙江。你派一股小部队过江去，在藏区散布谣言，就说共产党杀人放火，红军都是妖精。切记，格桑吐司有个女儿名叫朱玛，派人假扮红军把他抢来，叫他们鹬蚌相争。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在藏人头人当中有咱们的人，他叫索刚叶巴。哦，索刚叶巴，这个人与杰人叶巴都是土司的左膀右臂，他可以做咱的内线。悄悄有，你带领民团过江去，假扮红军，把格桑土司的女儿朱玛抢来。是，且慢，想个办法找到索刚叶巴，他可以做咱的内线。是，大哥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啊啊！Thank you.
的小兔呢？在这儿呢，快拿过来。中门，你们起来吧。中门，你们跑得可真快呀，把我们拉得这么远呢。中门，我们今天打的可真多呀，山鸡还有野兔。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亚奔，把它放下，休息休息。好嘞。木木，哎，我呀，这还有一只小白兔呢，咬你，哎，咬你，哎，咬你。哎呀，打在腿上了。猪马，你的枪法可真准呐，怎么打的？我呀，就是这么一枪。哎，山坡上有只梅花鹿，拿枪来，拿枪来。给你枪，给你枪。哦，打中了。亚奔，把它捉回来。好嘞。乌木，咱上高处看看。好。哎，亚奔，你把它捉住。着火了，猪马，赶快救火！活佛救命啊！我们是红军，我们是红军。Thank you.
谁抢走了竹马？是。有一个妖魔，他高声嚷，说什么是红军，红军长官要去咱竹马宫了，军人马多，枪又好，和他们打冤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依我看，不如先派人四处打探，待有了竹马下落再做计议。好，杰人，你赶快派人打探竹马下落，吩咐召开夜罢会议。啥？吴某，你带领人马四处寻找竹马下落，牙奔吩咐召开夜罢会议。是。别这么磨磨蹭蹭的。
哎呀，小孔雀呀，小孔雀，这七天七夜把大爷我累得可真他妈够呛啊！你到底长得什么样？我还没瞧见呢，我得看看。真尊，来，让哥哥摸摸。谁？工农红军啊！小苗，有，把它解开。是。原来是位藏族姑娘。小姑娘，他们为什么把你绑在这里？懂不懂我的汉话？我是苗族人，你懂苗话吗？小姑娘，不要害怕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红军。啊！红军！那边有敌人！别开枪！这个姑娘太不像话了，她对我们不了解，同志们。我们继续到金沙江边侦察地形，随我来。是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有多少只船呢？十几只船。哎呀，十几只。哎，以前多来着，都被白粉牙给烧了。哦，老大爷，您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准备去了。好。报告指导员，队伍全部到达金沙江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对，收容队赶上了没有？赶上来了。传令集合，集合。政委到。同志们，辛苦了。白军队
民同志，有。现在我们已经占领这一渡口，趁敌人尚未到来，掩护大军迅速过江。是，范准成到，带领一班占领左山头。是，罗长林到，带领二班跟我来，占领右山头。是。
姑娘，别怕，你要到什么地方去？我要过江去，过江去。太好了，我们也要过江去，我们送你回家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。放鞭炮！别跑！别跑！闪开！嘿！哎呀，我说你们怎么还不过江啊？我们这就过江。赶快过江，我掩护你们。好。别跑！别跑！又上来了啊！回去。回头见啊！金兵，这一仗你们打得好啊！政委，部队开始过江了，您也过江吧。不忙，蒋介石他想错了，他把我们红军比作太平天国石达开第二，说我们红军到了金沙江就会被消灭。今天我和大家在一起，好好的打一个漂亮仗，看看被消灭的倒是哪一个。让蒋介石用他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去吧。政委同志，你就看着吧，小老虎连不会别的，就会把敌人一个一个的吃掉，拿机关枪给他们点名，拿手榴弹请他们会餐。好。连长，敌人冲上来了。政委，我们冲吧，冲乱了再打。金兵同志，这群白匪都是些流氓兵痞，对付他们要沉着，不能够心急呀。金兵同志，到，准备排枪，集中火力，等敌人靠近了再打，每一个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。是，刘大庆，到，带领一班与二营取得联系，把我们后面的兵团消灭掉。是，看到没有？有，带领二班与三营取得联系，对付正面敌军。是，冲锋，冲啊！冲啊！金兵同志，到，敌人从左翼反扑了。集中火力，是。报告政委，敌人阻击已被我军击退。政委受伤了啊！政委，吉明同志，我命令你，我负伤的事，不要对任何人讲。吉明同志，你们看，我们红军顺利地渡过金沙江。军过江了，过江了。好吧，这步棋就算我输了。哼，谁胜谁败，再看下一步。来呀，有。把裘万里给我叫来。是。
裘司令，此次金沙江失败，责任不在民团，乃是国军草包们的无能。你别看红军过了金沙江，他们正一步一步走向灭亡。我们要把藏区当成一座火山，把朱马这件事当作火山爆发的导火线。现在药捻儿已经被我们点起来了，只要火山一爆发，管教红军全军尽没。老弟，捉大鱼还需撒大网，为兄受计有三桩，命令。好，大哥的好计，我照计执行。不灭红军，我誓不回还。调教有，你带领民团随我进入藏区格桑属地，假扮红军，杀人放火，就说红军轮奸了朱马，逼迫土司撤掉剑槽，活活渴死红军。藏民同胞呢，那是跑的跑，躲的躲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刚才我去了一趟喇嘛寺，我看那儿有一袋簪吧，我有心把它背回来吧，我又怕犯忌，可要是不背呢，战士们实在是没有吃的了，哎呦，这不急死人吗？
吓我一跳啊！老班长，您叫我有事儿吗？朱马同志啊，我想呢，请你教我学藏文吧。哦，老班长要学藏文呐？哎，好极了，您说学什么？先教我学写一封信。哟，哪有这样学的呀？你不懂啊！来来来，我这儿有笔和纸，写吧。您说写什么？喇嘛同志。啊，喇嘛同志。这不好。哎呀，喇嘛先生。喇嘛先生。今有红军北上抗日，路过贵地，遇到困难，暂借簪把一对奉上银洋三元，谢谢。谢谢。红军藏民一家人。祝你工作顺利。学习进步，辞职敬礼，红军战士金满德。行，就这么着吧。写好了。哎，老班长，您写这封信原来是要借簪吧？哎呀，这头人呢找不到了，没地方借去啊。这封信哪早晚能派上用场。老班长，前面离我家乡不远了，等见了我阿妈，缺粮的问题就好办多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姑娘啊，要真等到那个时候，那红军战士饿的还不得挂在树梢上啊。我真的是想吃点东西。哎呀，朱马同志啊，你说你到我们前卫连也有半个多月了，没吃过一顿饱饭呢。我这儿还有袋簪把面，你吃了吧。不，这是你的，我不要。什么你的我的，拿着吃吧。老班长，您为了我老是饿肚子。朱妈，你等着啊，一会儿我给你做顿好的吃。啊，一会儿您给我做好的吃。哎，做好的吃。哎，老班长，一会儿您给我做好的吃。哎，做好的吃。一封信三块大洋，给他放在了工桌上。回来我就把这晚饭做，吃饱了行军打仗又
什么？没想什么。是不是待在部队不习惯？习惯，习惯。饿了吧？不饿，老班长又把他的粮食给我吃了。Thank you.
新秀啊，你看，出太阳了，好多天没见到太阳了。战士们看到太阳，心情一定很愉悦呀。是啊，祝妈，你看这儿的风景多美呀。姐姐，要是到了我们家乡朱子山呢，比这个地方还要美呢。祝妈，我们到了你们家乡以后，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？困难？嗯嗯，是有困难。我们那个地方就是缺水，要是我阿玛下令把涧槽一撤呀，不知道要渴死多少人呢。哦，祝妈，谁主管涧槽啊？杰人业吧。哪儿还有水源呢？再没有水源了。哎，姐姐，娃娃哭了，我去看看。金秀啊，刚才朱马说的缺水的情况十分严重，我得马上去湿布一下。不，你身体不好，还是我去吧。不，还是我去吧。金秀，粮食问题怎么样了？金明已经到加纳部落去联系，目前还没有消息。好，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呢、啊、可是不要因为粮食问题犯纪律啊。你放心好了，我走了。通讯员到，随政委到师部去。是。小藏人了，来抱抱。总支书，总支书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是来慰问小红军的。是啊，慰问小红军。我们大家给小红军做了一双小老虎鞋，你看好不好看呢？做的还真不错。姐姐。姐姐，金明，报告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加纳部落的藏族同胞们准备再一次帮助我们呢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这要给咱们解决多少困难呢。是啊。哎，你们几个在这干什么呢？指导员，我们给小红军送礼物来了。哎，你给他送点什么呀？我呀，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们瞧，我亲手做了个小帽子，来戴上吧。同志们，你们说这个孩子能够带到目的地吗？我想把他留在这儿。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想法？总支书，我们就是抱也要把小红军抱过雪山草地。总支书，您走不动，我们抬着您走，但是不同意您有别的想法。好，大家给我勇气，给我力量。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哎，总支书，孩子叫什么名字呀？他叫金金，朱马起的名字。朱马同志。哎，老班长。朱马，等着啊，等着给你做顿好的吃。哎，给我做好的吃。嗯，老班长也给我做点好的吃。哎，做好的吃。老班长也给我们做。哎。吉万德同志，等一下，天儿不早了，我得做饭去了。这是什么？一袋簪吧。哪儿来的？反正什么？你说。指导员，你处分我吧。
太荒唐。总支书、指导员，老班长他不是为了个人，他是为了大家呀。是啊，是啊。再说了，等革命胜利了，再加倍还给他们还不行吗？同志们，没有粮食，我们可以饿着，实在饿不住，草根、树皮都可以吃。万不能进喇嘛寺去拿人家东西。指导员呐，我这也是为了同志们解决困难呐。粮食只能使我们吃饱了一顿饭，整个的红旗影响挽回难。请大家仔细想一想，咱们对红军不党和白匪正在那里挑拨无限，我们很难做宣传，我们只有拿行动表现给藏民看。金曼德同志这种行为会给我们造成困难。总支书、指导员，同志们呐，我错了，处分我吧，狠狠地处分我吧。拿了人家多少？就一袋啊。吃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原封退回去。哎，报告指导员，加纳部落的藏民给咱们送赞布来了。好啊，同志们，我们欢迎啊。欢迎。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联欢舞会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好。哎，同志们，舒马同志会讲故事，大家欢迎不欢迎啊？欢迎。好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戈登奇堡的故事吧。好。
族同胞们，让我们团结在一起，坚决粉碎白匪的阴谋。我们红军在长征的路上也没有什么礼物，只有茶砖、盐巴，还有一些药品送给藏族同胞，表示我们的敬意。我代表藏民感谢红军。杰人，可曾打听到朱马的下落？下落不明啊，土司不必担心，我一定派人把朱马救回来。裘司令到。是他，也许他能知道朱马的下落。好，那就请吧。请，请。可好？裘先生，请坐。看酒。裘司令，不知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？我是前来与土司商量共同防共之事。哦，请讲。土司，红军逼迫金沙江，到处放火把人杀。来西上如何把握？听说红军打死路
些花言巧语叫人模糊，谁不知日本的东洋大海为什么跑到西港来借路，这种伎俩只能骗三岁的小孩子，稍有些常识你看清楚。邱先生，你是不是说红军要在西康西藏闯江山？很清楚的嘛，红军要独占西康西藏和青海，要把藏民斩尽杀绝，部落的头人寺院的喇嘛全要杀，道的杀，小的杀，胖的杀，瘦的杀，胖的杀，老的杀，小的杀，瘦的杀，杀杀杀，只留下青年男女。听说红军里面也有小孩和女人啊！红军要在此住下去，女人娃娃都是些红军头目的好眷妻，当兵的一言难尽。实说了吧，当兵的想在你们这里霸占你们藏地，邱司令，你可知道我女儿朱马的下落啊？这啊，老九司令啊，你说你说了屠司今有一事在江南传，江南传有一个藏族的姑娘四天仙，她能读汉书会汉话，善骑观车，文武双全，文武双全。讲屠司，那红军抢去做压寨，不是朱马待何言？朱马被活活糟蹋死，格桑的女儿死得太可怜，太可怜呐！商议怎样对付红军，为我们藏民和我女儿朱马报仇。屠司，邱先生，听说红军人马多，枪又好，跟他们打冤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。可惜呀、啊、可惜，可惜朱马的圣洁心愿，他在红军面前是那样的顽强，他在危难的时候高喊着英雄的名字，杰人杰人。可是你
若有三心二意，死无葬身之地，上天有何福？好，我决心誓死抵抗红军。劫人，你与裘司令镇守云崖峰，我去东山把守。红军不来便罢，红军若来，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。兔子，撤掉箭槽，活活渴死红军。传令大冤家撤箭槽。好，来，吩咐大冤家撤箭槽。
同志们，找到水了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老班长回来了。老班长，哎，老班长，老班长，找到水了吗？啊，什么水呀、啊？来，哗！哎呦，老班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哎，别急啊，同志们，都别急，别急啊！指导员，我看这个地方比月牙山好打得多，干脆我们冲上去吧！是啊，冲上去吧！不能冲！同志们，要知道，不与藏族搞好关系，就是冲上去找到一点水，也解决不了全军吃水的困难。我们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，敌人企图渴死红军，饿死红军，红军是钢铁炼成的，渴不死，饿不倒。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一困难。对，克服这一困难。这是被包围了，这个地方跟月牙山可不一样，冲出一层还有一层，只要他们把箭槽一撤，咱们还是没有水呀。金明同志，你让我回去吧，见了我阿玛，把敌人的阴谋当面揭穿，水的问题我保证能解决。是啊，让朱马回去吧。不行，没有师部的命令你不能回去，你去有危险。同志们，这里有水。哎，照这个接法，接两天两夜也接不了一小碗啊。哎，同志们啊，咱们数一数看一看，看看几秒钟能接一滴的。报告指导员，政委找您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去去就来。来一滴的。金明，指导员不在。师部决定找到水源，先照顾伤病员。我们担架队跟着你们前卫连来了。金秀，你看这儿有水呀、啊？哪儿？这儿，两滴的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这是。哎呀，金秀，你看这可怎么办呢？只可得他们师徒汗流满
好睁开轻轻火眼往山上看，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翻。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？口中就不觉得渴，那个小孙枣半青半红，又脆又甜，又有蝴蝶酸。同志们，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？哎，我吃过呀，我小时候就吃过。金秀啊，你可别再说了，我这牙都快倒了。姐姐，你说的太好了。同志们，已经接了半碗水了。总支书同志，您喝吧。不，还是大家喝吧。还是您喝吧。还是您喝吧。朱妈，你喝。不，姐姐，还是你喝吧。我给伤病员送过去。金秀啊，为了孩子。你就喝一口吧，待会儿再喝吧。那金秀，给我这上了年纪的人喝一口吧。哎，指导员，指导员，指导员不在。哎，有的同志渴的都晕过去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会儿找到水，马上给你们送过去。那快点啊！报告！二班又有两个战士渴得都晕过去了。先别着急啊，等找到水以后，马上给你们送过去。好，快！我一定为大家找到水。喂，师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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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到伤员们盘水，我心如火焦，我方才
山前山后把水找，见白匪悬崖以上把手剑扫。现如今水源如同起死回生仙丹妙药，未取水我不怕，枪林弹雨弹雨枪林山高，路险路险山高，党对我的恩情难打报，为革命为同志我舍死忘生去吧。水梯呀、啊小苗，老班长，这是党的文件，你给我保存好。还有几块钱，你替我把党费交。老班长，老班长，你同志们，我一定给你们取到水。拿了党费又把文件交。小明，赵元，赵元，你看这是老班长给我的。哎，找到水了。这桶给伤病员，这桶给师部送去。大庆，这水是怎么弄到的？老班长，老班长摸到敌人箭草上去了啊！他让我提着这桶回来，他提的那桶又上去了。不好，箭草上有敌人把守，老班长有危险。大庆，到小苗，有接老班长去。是。北上抗日胜利，早日和中央红军会合。老班长，叔叔，叔叔，老班长，
班长的血不能白流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借刀杀人，老班长这笔血债一定要找白匪来清算。藏族同胞长期受白匪的欺骗，对我们红军不了解，我们只有坚持党的民族政策，团结藏族同胞，使他们分清敌我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。同志们，现在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是尽一切努力团结藏族同胞，让他们调转枪口，和我们红军一道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。
同志们，目前我军缺水情况十分严重，我们要用最大的毅力来克服这些困难。金明同志，师部命令你马上去见格桑土司，彻底揭穿白匪的阴谋诡计，使他了解我们红军的政策，帮助我们解决吃水的困难，支援红军北上抗日。另外，派唐小苗同志护送朱马回家，你的任务十分艰巨，也十分危险，但是要尽一切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叔叔，你革命成功了，你是我学习的榜样，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。唐小苗，朱马同志，我们走。姐姐，活着，活着，活着！扎西德勒，朱马，你从哪来呀？我从红军那里来。红军，朱马，你不是被红军抢走了吗？亚奔，是咱们上了裘万里的当了，裘万里冒充红军抢了我，不是红军救我，我就回不来了。咱们跟红军是一家人。这是红军连长金明同志，这是唐小苗同志，这是亚奔。扎西德勒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亚奔，我来问你，此地为什么撤了舰槽？什么原因？你说，仔细的说。朱马，是裘万里让我们和红军打冤家，他们撤了舰槽，断了水，想把红军活活渴死。你们看，裘万里和杰仁叶堡正在山上把守舰槽呢。我阿玛呢？格桑土司也在东山把守。我阿玛不在这儿。裘万里在这儿把守，杰仁叶堡对我们又不了解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金明同志，你让我回去上山见见杰仁叶堡，也好把敌人的阴谋当面揭穿。不行，你去有危险。敌人，小苗，拿手榴弹来。好，小苗，你和亚奔护送朱马到东山去见他的母亲，见了格桑图斯，马上请他解决红军吃水的困难。我在这里掩护你们。你这怎么行呢？这是命令，快去。是，朱马，咱们走吧。走。同志，亚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朱马不放心，叫我来接你。好，走。
坏了，敌人把我们的去路给截断了。有条路直通杰人叶巴那里。杰人叶巴，我正想会会杰人叶巴，可是裘万里在那。裘万里，哼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走，跟我来。两三天，红军活命难。司令，司令，什么事儿？朱马和一个小红军到东山上找他母亲去了。啊！还有一个红军不知去向。你带领民团赶上前去，把朱马干掉。是，司令。若是追不上朱马，被土司知道我和你的关系，那我岂不一败涂地了吗？我有办法，要是朱马死不了，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杰人干掉，兵权就落在你的手里，有国君给你撑腰，还怕他土司不听你的吗？哼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好，我们商量商量。司令请。有请杰人叶巴。什么事儿？朱马回来了。啊？他没有死。是红军把他送回来的。红军，朱马说他在红军那里生活得很好，送他来的红军要见杰人叶巴。他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外面等。叫他进来。是，有请。金明同志，这就是杰人叶巴，这是红军指导员金明同志。扎西德勒，杰人叶巴，我是红军指导员金明，我代表红军前来拜访格桑土司和杰人叶巴。我们红军路过贵境，遇到了不少的困难，尤其是水的困难，需要格桑土司和杰人叶巴帮助解决。哦，请坐吧。红军地毯绑起来。班长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国民党民团司令裘万里。你这小红军，你是自投罗网啊！住口！我代表红军前来与藏族同胞接洽，有杰人叶巴在此，你裘万里没有说话的必要。裘先生，不要着急，让他把话说清楚。你说吧。就是这位裘司令派他的民团抢走了朱马，我们红军在金沙江北岸救了朱马姑娘，我奉命把朱马送回部落来了。小红军，你不要在这胡造谣言，朱马明明是你们抢走的，他现在被你们红军糟蹋死了。我问你，你送回来是朱马的尸首还是朱马的骨头？你胡说，我亲眼看见红军把朱马送回来的，我看造谣言的是你。哑奔，杰人叶巴，当前是两军对垒之际，什么事情都要防备着点。你的藏民是叫红军收买了。我问你，红军给你多少钱？你胡说！你不能侮辱雅奔和我们红军！你这个畜生！雅奔，下去！杰人叶巴，
要分清是非，可不能冤枉好人呐。求万里。今日夜报，加纳部落来信。格桑土司台见，红军北上抗日，经过我加纳部落，公买公卖，纪律严明，秋毫不犯，受到我部落藏民的热烈欢迎。事实证明，杀人放火的不是红军，是国民党军队。杰人夜吧，加纳部落的来信，朱马的送回，可以说是人证物证俱在。谁是藏民真正的冤家，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。我已派人把朱马送到东山去见他的母亲。按照你们藏人的礼节，就应该礼尚往来，帮助我们红军解决吃水的困难。好，来，有，给红军放十槽水。是。天人爷吧，红军是来骗水的，不见朱马不能放水。天人爷吧，朱马却已送回，我用性命来担保。来，有，传我的命令，给红军放水。是。你，邱先生，请吧。
对不起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先把你锁在这屋里。好吧，接任夜吧，现在情况十分复杂，希望你谨慎行事。来人，有，把门锁上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开门。是。锁岗夜吧，竹马已经见阎王爷去了，接人要是放水，他是自己找死，藏民也饶不了他。小红军，小红军，天黑以后到鬼门关找竹马去吧。
来了。你误了我的大事。啊！给我放火烧牢。司令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朱马他追上来了，你先把小红军干掉。我看他还是先干掉接人。接人先不管他，先把小红军干掉。啊，好，快去。索刚，你在这儿搞的什么鬼？接人。想帮红军逃跑，过去。现在有两条路，跟我们走活路，跟红军走，他就是你的下场。哎呀，过去。朱马，红军是咱们共同的敌人。呸，你才是敌人。那你就把我杀了吧。杀了你就便宜了你，我要把你交给我阿玛，让我们所有的藏人都认识认识你这黑心的强盗。白匪，感谢红军救了我的女儿朱马。公司，我要参加红军北上抗日。好，去吧。咋
藏族同胞们，红军战士们，尘土遮不住金子的光，乌云遮不住太阳，我们红军和藏族同胞亲如手足的关系，是任何敌人的阴谋诡计也破坏不了的。现在我代表红军向藏族同胞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同志们集合。姐姐，我盼望着胜利的那一天，你带着小金金再到我们这里来。好妹妹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祝红军北上抗日胜利。